大概五文以下，安尼要多啊。看看，是有啥乌白乌乌乌。这石头风化。唔对啦，高处嘛是安尼的。我朱老师这就地取材。哦。哦。哎，古老师又算怎样用哦？做指甲啊，不带用刀啊，那擦拢蛮久。然后哦，我第一道。哦。台上的人啊。哦，哎了。真正古代，我刚刚以前是文化建筑嘛，我看啊，你看到这，这阴无风无，也无风啊，嘿。哎，伊白条的啊。啊，我得啊，我得啊。我得啊！哇！哎哦，够可怜了！哇，转转！哇，会夹挂！对，你忍耐一下哦。刚刚才我得啊，我来。啊！加油加油！面啊！哎，我袂好。好，那来来，哦哦，转转，不要紧，一定挂。也就舒服啊。来，小羊。哦。哦。哎，哈哈。加重了。哎。哎，造呀造！哇，阿娘啊，伊那造家。你看这古厝拢会落雨啊。哎。哦，伊还搁会落雨啊。哇，你看。你哦，伊还绿色草皮啊，我告诉你，都即马出日头。多你有看到？伊这算希望嘛？希望啥个？而且。嗯，因为海豹啊，鱼啊，高了，啊，刷鱼，抓尾鱼，挑鱼啊，是啊，迄个无乌龟无，哦，海龟，迄钓着我嘛挑鱼，是，迄个人把烤，门甲滴废面，你甲搓到它，对了，凝结，本来就很容易，哎，很容易降，你看这样生耍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讲，哎。哎呀，伊在看有人行。太远吗？太远。家这个店就水，然后就水。
地看。
明天我这是我主观的哈，对，现在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嗯，可是因为今天灯不是很亮。嗯，还有带单眼吗？一点哦，现在就可以拍了，一路拍过去，用走路的啊，等一下有一路走回去。哎，吃饭打便当留着。啊，现在蓝色的出来了，这个小路很好，6:50吧，还是6:45下山。对，去那个达卦山的山顶上拍夕阳，它会在这个角度落下去。对，这边这个那个。云那个红色的云彩会出来，对，暗了会从那边升起来。好，那银河是这个方向，出来。等到下去的时候，银河整个云到晚上凉亭里面有没有人住？反正我晚搭，那你这个全天的，就是手机而已。手机，你的也可以拍啦，你的也可以拍啦，这样子的。昨天你可以拍，昨天就很多了。昨天就等很可惜。昨天下面也真的很傻。哎，是不是啊？是下面的游客。对，服务中心东极。然后我们就慢慢这边逛一下，要不然就要租一台汽车。用走的哈。又走了点，4:50这边就开始在自宫，赞赞。Thank you.
变红啊。你无了酒吧里面一大小个好啉，嘿，啊，这支嘞什么人？巧克力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巧克力。看这，看这，这是葡萄的品种，皮诺，皮诺，啊，故意叫做黑皮诺。鬼头刀椰干。哦，哦，那甘肃街，哈哈。